找到了，张楚岚，你跑这儿来干啥？张楚岚，这帮人在为难你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位是王矮老爷，这位是李子老爷。您二位就是王老爷子、于老爷子吧？张楚岚，可见到你了。张楚岚，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拐弯抹角，赶紧把气体源流交出来。想要什么，随便开。就是因为这个呀，您二位老爷子神通广大，消息肯定也灵通。那你们肯定知道全信找过我，纳都通也找过我，对吧？如果我真会什么气体源流，早就交给他们了。张楚岚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只要你交出气体源流，没人再找你的麻烦。我也想交啊，可是我不会，我怎么交啊？小子，我们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有没有，我们一定会弄清楚。李工，一样的能力。宇良是你什么人啊？什么意思？宇老爷子真是老当益壮啊，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个这么小的儿子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臭小子，说什么呢？他是老夫的曾孙子，是吕公的亲弟弟。太爷，我没有这个弟弟，就是一个必须手刃的畜生。你也不能这么说吧？就算吕梁加入了全信，那也是跟你们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啊。一家人？你知道他做了什么？这个畜生，他杀了自己的亲妹妹，杀了我的妹妹。张楚岚，没错。我吕公就是贪图你的气体源流，因为我想要力量，我想要力量去铲除这个世界上像吕梁一样的畜生。你想要力量，就要把我气体源流，不是，而且我是真不会气体源流。别，这冥魂是我师父，这东西在脑袋上可不好受啊。放心，冥魂的深入操作，我没那个畜生有天分，我只会在你的体表浅浅的覆盖一层冥魂术，但那样，已经足够让我判断。你是不是在说？来！哦，找到了，张楚岚，你跑这儿来干啥？张楚岚，这帮人在为难你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哪来的野丫头，敢在两位老爷子面前撒野？别！吕公老兄，我接受你的辞职。二姐，你先去外面等我。张楚岚，我问你，吕公老兄不用问，我爷爷没有把气体源流交给我，也没有对我透露过半点气体源流的事情。说的是真话。